好啦，翻到嚟科学新知嘅第二节，同大家分享一单咧，我自己都觉得几爆笑嘅太空科学新闻。我哋第一节咧讲好多好严肃、好正经嘅关于 James Webb 啊，佢哋对于太空嘅发现啊。咁我哋亦都讲嘅时候咧，亦都贯穿好多啊呢啲咁嘅高深嘅物理理论。但系咧，如果大家睇到而家画面上边咧，有一个好有趣嘅问题，唔知大家有冇谂过咧？就系话喺太空上面炸嘢食得唔得嘅咧？嗱，如果淨係呢個問題咧，大家聽落係好似當即係搞 gag 啊、搗亂啊咁樣。但係咧，最好笑嘅地方就係咧，喺啱啱呢個星期咧，我哋睇到個報道咧，就係竟然有科學家係非常之嚴肅、認真地去答呢個問題，而且佢哋係嚟自呢個歐洲太空總署嘅一班科學家，佢哋仲建構咗個咧非常之過癮嘅一個實驗咧，嚟同大家解答呢個問題嘅。嗱，咁首先諗下啦，原來背後咧。喺太空上边，即系讲紧系一啲无重或者重力非常非常低嘅情况之下，你去煮嘢食咧，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嘅。一般我哋喺地上面非常之容易做到嘅蒸嘢啦、烚嘢啦、同埋炸嘢啦，一去到呢啲太空失衡嘅状态咧，基本上咧你系谂都唔使谂。咁其中一个原因咧，就系话咧嗰个对流啊，液体对流现象喺冇咗呢一个地心吸力嘅情况之下咧。你会发觉咧，就冇咗喺地上边有地心吸力时候嘅嗰种咁平衡、咁靓嘅状态。嗱，咁喺呢度又要谂一谂，喺太空入边，太空人佢系点样去加热食物嘅咧？咁可能你都会知道啦，太空人嘅食物咧都系一啲密封包装好，入边系一啲流质嘅食物。然后咧，密封包装好嘅时候咧，就好似你食一啲咧软体包装嘅一啲啫喱啊嗰啲咁嘢咧，扭开个盖咁，跟住啜住嚟食。喺啜嚟食之前咧，因为好多嘅食物系要存放好耐嘅，都处于一个冷藏嘅状态。咁所以我哋需要将佢解冻啦。而解冻嘅时候咧，你为咗令到佢咧受热均匀同埋尽快能够系加热成功，咁你就会尽量将啲嘢做到一个好扁平嘅状态，好似一个四四方方好扁咁嘅样嘅状态。咁喺地上边咧，尤其是咧，如果喺啲血库入边将啲血去解冻咧，你就好容易见到就系、是，嗰包嘅血咧，原本冷藏咗嘅咧，佢都系要摆喺一个咧，即系佢本身就已经系被压到好平，咁然之后解冻嘅时候咧，因为佢平嘅关系咧，就特别快咧，经过呢个传导嘅作用咧，就能够将个热力咧就系、是、去流匀成个嘅体积，于是乎就能够做到解冻嘅效果。亦都希望能够做到咧，喺每点佢个温度咧都比较匀匀一样。咁喺太空嘅食物嚟讲，亦都系嘅。为咗节约资源，唔好搞到净系外边热、入边唔热咧，我哋就尽量将佢咧喺冷藏嘅时候就整到好薄。到佢解冻嘅时候，就将佢摆入去，一系就系一个可以系即系微波炉环境啦，或者纯粹就系一个咧发热嘅一个平面嘅环境，或者系上下咁夹住，好似烘多士咁样，咁啊，然之后将佢加热。咁其实都不外乎系利用到辐射嘅作用啦，同埋传导嘅作用啦，嚟帮你做嗰个加热嘅。咁呢个加因就系话咧，喺太空入边咧，喺对流运动咧，其实就如果系冇咗地心吸力嘅情况之下咧，就唔会喺我哋地下上边见到咁嘅情况一样。大家谂下，我哋学习呢一个对流现象嘅时候咧，我哋好中意咧就用一个透明嘅壶啦，去煲个水。然之後咧，入邊可能咧放一啲嘅廁紙碎，咁令到我哋咧一路下邊加熱嘅時候咧，就睇到成個壺入邊咧嗰啲紙碎咧，就同你追蹤翻啲水嘅對流嘅現象。咁好簡單，我就會話熱嘅水密度低啲會上升，凍嘅水密度低啲佢會下降。呢樣嘢咧喺有地心吸力嘅時候係理所當然嘅，因為咧我哋重嘅嘢會落低啲。就將輕嘅嘢拱咗上去，浮起咗去。咁其實咧，有咗呢一個嘅，譬如浮力嘅作用咧，亦都係要拜托咧有地心吸力所賜。咁好啦，喺太空上邊你去加熱其中一點，邊度係上邊，邊度係下邊？首先我哋都定義唔到乜嘢叫做熱嘅上升、冷嘅下降咧。如果你有個地心吸力嘅時候，你好明顯知道地心吸力作用嘅方向就向住下邊咁樣去作用。咁但系冇地心吸力嘅时候，边边上边，边边下边咧，对流嘅方向会系点咧？基本上咧系搞唔清楚嘅，个情形咧就越麻烦啦。如果你讲紧咧要系去蒸热嘅嘢嘅时候咧，咁你嗰啲蒸汽点样去流动咧？
你可唔可以憑住你有個地心吸力，就俾到一個好主流嘅方向啊？一定係凍啲就沉咗底，熱嘅就上升咗。然之後沉咗底嗰啲接觸到個熱源嘅時候，又熱翻，又繼續上升翻，咁啊源源不絕、生生不息嘅一個對流現象咧，喺呢一個嘅太空入邊，你去蒸嘢咧就好難做得到啦。咁所以幾乎咧，如果你夾硬啊，你要係喺太空入邊一個密閉嘅空間入邊，俾一啲好熱嘅蒸汽，將啲去加熱咧。個情況就幾次，就係你夾硬將嗰啲蒸汽啊，就用一個熱傳導嘅作用，將佢嘅熱俾咗佢。咁佢個熱的而且確係交換咗。咁佢但係又冇一個好有系統嘅對流，令到呢個熱傳導嘅過程就更加暢順咧。即係好似你用一個叫做交通揸車嘅比喻，你畫好晒行車道，畫好晒線，邊啲只係會向呢條線只可以向上行啊？你由一個地心吸力俾咗個好清楚嘅方向。重嘅向下行，輕嘅向上行，啊！但係如果你冇咗你地心吸力去導引嘅時候咧，就好似一個喺一個爛地入邊，你任意俾啲車唔同嘅方向去上課落課做交換，咁隨時咧就會自己塞住咗自己啦。咁所以咧，整體嚟講嗰個運輸個能力咧，個熱嘅運輸嘅效能咧，就一定會低咗嘅。咁所以至少咧喺太空上面，你如果想嘗試蒸嘢咧，就唔係咁容易啦。咁好啦，烚嘢亦都係一樣。咁嗰堆比較熱啲嘅水掂到你本身想加熱嘅嗰件嘢嘅時候，佢凍咗，佢凍咗係唔係就有一個力分子嗌佢走向邊邊行咧？冇呢個方向嘅喎，咁所以咧嗰啲熱同凍嗰啲咧就好隨意地，你可能就要一個攪拌嘅過程，不停地攪佢，咁啊令到先至能夠令到個交換係順暢啲。你要由外邊一個外力嚟帶動佢嗰個流動嘅方向。到炸嘢嘅時候咧，就更加得意啦。炸嘢嘅情況咧，就係、是、當你將嗰個食物擺落去一個滾油嘅時候咧，其實入邊發生好多事嘅，即係呢個故事可能仲要係比起頭先所講嗰啲蒸嘢啊，同埋去烚嘢咧，係更加複雜。複雜嘅位喺邊咧？當呢、這、一個譬如我講薯條咁啦，佢擺入個滾油度加熱嘅時候，嗰、那個嘅滾油嗰啲就會即係靠近呢個薯條嘅時候啊。咁其實咧，佢就會將呢一個嘅薯條入邊內部嘅水分亦都加熱咗啦。咁佢加熱咗嘅時候咧，就會係熱到甚至乎啊個滾油熱到超過100度，咁佢變水蒸氣咯。咁呢啲水蒸氣有冇辦法好有效地疏導出去咧？其實就係呢一個科學家咧好想解決嘅一個問題。究竟我哋點樣知道啊？呢一啲咁樣嘅水氣嗱，我哋知道水同油咧本身佢個密度有唔同。水就會係沉，跟住咧油咧就會輕啲浮面。但係當你喺一個咧浮力不再能夠實現、冇地心吸力嘅情況之下，你啲滾油加熱咗呢條帶水分嘅薯條，嗰堆蒸氣會點走咧？有人甚至乎會提出，會唔會呢啲蒸氣最後只不過係形成咗一個膜包住咗呢條薯條，最後就係嗰啲蒸氣都走唔到。就於是乎，成條薯條咧就好似被一層蒸氣包住咁，外邊就有啲滾油咁，但係啲滾油又炸唔到落條薯條度，咁然之後就有陣蒸氣包住，就令到可能外邊就好熱，入邊咧就唔係好熱到，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咧？咁嗱講咁多呢啲嘢咧，就咁你就知道咧，其實咧一定要做一啲實驗你先至知嘅。所以你話哪怕係一個咧油炸的科學咧，唔係我哋想象中咁簡單。究竟喺一個油炸任何嘢啊，唔係淨係薯條，可能你諗起天婦羅又好，點都好，甚至乎喺氣炸鍋入邊發生嘅情都好，入邊嗰啲能量係點樣去交換嘅咧？點解我能夠係炸到外邊脆，入邊有個熱泡嘅咧？入邊發生咗啲乜嘢事？係邊一個嘅物理過程比較主導多啲少啲咧？定係幾樣嘢同時一齊有均等嘅貢獻咧？其實原來我哋唔係搞得太清楚，我哋只有一個咧好籠統嘅圖像，就覺得外边有啲嘢热啲，入边有啲嘢冻啲，咁佢哋咪有热嘅交换咯。但系个热嘅交换仔细啲点进行咧？咁喺呢一度咧，大家画面上面睇到嗰部咁嘅机咧，你就会发觉都好认真啊。煞有介事为咗去研究喺太空入边去炸嘢得唔得，就整部咁嘅机，唔止喎。一般嘅呢啲咁嘅太空船，你想去带部机上去去做下炸嘢咧，我谂首先经费有个好大问题。第二就係嗰個安全性有一個另外嘅問題。你喺太空上邊係一個固定嘅系統入邊加熱，
啊，冇问题。但系如果你讲紧炸嘢，啲嘢系会飞嘅，有油烟嘅嘢咁出咗嚟，你仲要搞到啲油烟飞到周围都系嘅。即系你屋企就算用气炸锅，你都知道啊，最好就打开晒啲窗，好多油粒飞咗出嚟。啊，你点样去即系可以密闭地炸嘢？其实本身亦都系非常之难。你一攞开嚿嘢出嚟，嗰啲油烟出咗嚟，嗰啲嘢又点算咧？咁所以你好难预期咧，有人愿意去带一啲装置、一啲仪器、一啲机器。都唔知道會唔會漏油煙嘅嘢，就走去個太空站去炸。OK，可能佢哋最大嘅上報就係最後炸成功，有薯條食，係咪？但係更加可能，即係冒險嘅就係話佢哋會唔會整壞啲儀器啊，甚至即係令到佢哋有危險咁樣。咁為咗去模擬呢一個嘅無重狀態，既然我哋用唔到太空站，唔可以真係上太空做咧，唔知大家諗到咩方法啦？咁其實咧，你如果想實現一個短暫嘅無重狀態咧，用飛機都仲可以嘅。咁其實就係我哋知道，如果我哋係處於一個自由落體嘅情況之下咧，我哋就好似處於一個無重嘅狀態啊。咁所以如果喺飛機度坐喺架飛機，開頭載住我哋向上飛啊，打斜上咁飛啦嚇，然之後拋物線咁落翻嚟，所以即係後來基本上由得佢自由地去跌落嚟啊。咁呢個情況咧，我哋連人帶機處於一個自由落體嘅情況之下咧。咁大約就會有分零鐘嘅時間咧，我哋就處於一個相對比較弱重力嘅狀態。咁其實咧，連阿史蒂芬霍金教授佢喺生前亦都試過感受過呢個旅程啦，都幾好玩嘅。上架飛機度一個好短暫嘅無重狀態，對於一個研究引力嘅人咧，我覺得咧，即係一個最妙趣嘅地方莫過於此啊！等佢親身能夠感受一下。咁講翻呢一個咁樣嘅炸嘢嘅過程啦，咁佢將呢個咁樣嘅密封咗嘅一個炸鍋。唔止喎，佢哋要擺埋好多觀測嘅儀器，佢哋嘅目的係想點咧？嗱，我就唔記得咗佢哋係咪想炸薯條啦。佢哋要真真正正睇下呢一個炸緊嘅物件，佢內部嘅水分同埋佢外面嘅油分，佢嘅相互作用係點？會唔會出現嘅情況就好似有一啲嘅學者所講，當我哋去炸佢嘅時候，入邊嘅蒸氣出咗嚟，結果冇辦法去有效地逃走，結果包住咗嗰條薯條。於是乎令到我哋炸啲嘢炸得唔好咧，會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咧？咁我哋就將呢部機攞咗上去嗰架咧，會係向上飛完再自由跌落嚟一陣子嘅嗰個咁嘅飛機入邊去做。咁你諗下，淨係為咗去解答呢個太空炸嘢嘅問題咧，搞一場幾大嘅大龍鳳咧，淨係整個儀器，那個儀器入邊仲有好多嘅攝影機、顯微鏡去睇下入邊嘅油粒啊、蒸氣啊，究竟係點樣走嚟走去？然之後仲要將佢擺上一架飛機度咧，真係揾人去嘗試用呢部機去炸啲嘢出嚟。嗱，咁啊，大家即係講咗咁耐啦，大家梗係好想知道嘅結果啦。咁咧，結果佢哋咧就發現咧，原來咧比想象中理想嘅由嗰個嘅，即係我哋想炸嘅嗰件嘢食，唔一定係薯條啊，可能係其他嘅蔬菜都含有水分嘅嘢。當佢受熱之後咧，佢原來入邊嘅蒸氣好有效地，亦都能夠壓咗出嚟。而我哋知道咧，佢之所以能够压得出嚟咧，就系因为佢入边继续有源源不绝嘅一个嘅热力咧，去将佢嗰啲水分去逼咗出嚟。呢个我其实就好似讲到咧，用油炸到将啲水逼咗出嚟，炸干咗佢，炸透咗佢，其实就类似一个咁嘅情况。咁原来咧，佢自己本身嗰件即系嗰个食物本身受热嘅时候，入边已经有足够嘅热力，将啲水分去压出嚟，令到啲水分可以好有效地去走咗去，咁令到成个炸即系炸透嘅过程咧，就唔会比地上边差好多。咁啊，对于大家嚟讲好开心啦，终于成功解答嗰个问题，就系太空也能炸薯条。咁但系咧，你可以谂下，长远嚟讲有咩好处咧？佢哋又想再问一个问题啦。如果我哋喺火星上面炸薯条，月亮上面炸薯条，又会点咧？咁如果一个微重力嘅状态，我哋都搞得掂；一个有多啲重力嘅状态咧，我哋都愿意相信咧，我哋能够知道个结果会系点。咁然后就系话喺未来嘅太空旅行入边吓，你如果话到俾太空人听，唔系得雪糕啦，而家仲有薯条食，咁系咪好开心嘅一件事咧？咁你听落就好似觉得好无聊啦。但系如果俾你试下，系一个做咁长途嘅飞行。即系食啲咁闷嘢，喺个飞机入边食嘅飞机餐菜式少啲，你都信啦。何况如果喺一个太空站同埋一个执行太空任务，甚至乎有啲系讲紧未来移民太空嘅时候，
如果要你话俾你听，净系可以食嚟食去就系食嗰啲咧，摆喺个锡纸包度啜啜啜嘅嘢食一世咧，我谂好多人咧都系令即系觉得系即系生不如死嘅啊！咁喺呢一度啦，睇到啦，呢一班咧欧洲太空总署嘅研究人员咧，佢点样咁即系咁落力啊，咁三鬼地咧去将呢一个太空能够去炸嘢食呢个问题，为我哋好科学地去解答。嗱，咁我哋咧呢一节嚟到呢度先，下一节继续讲其他嘅话题。